那吃啊，就在酒店里面吃才好吃。完了完了，我的天哪，我好像狼子虎口了。你确定不会等会儿跟我对我做什么吧？不是，你别装我。你确定不会对我做什么吧？啊，我怎么知道？你脚酸吧？我给你找个坐的。你摸我屁股干啥？你别摸我屁股。我给你找个坐的，那你。给你拿个坐的，还是你自己拿？我们只是朋友哦。对啊，我给你拿。我们只是朋友。啊。来吧，你坐在这个坐垫上吧。啊？你坐这。不，我不用。没事。那你不用，你屁股还往下靠。要做好人，吃了立马走开。那我先吃了啊。这女的太疯了。黄毛看来今天晚上跑不掉了。对啊，就跑不掉了。别动我啊！我跟你说，我们只是朋友啊。你以为我是随便的人吗？别动我。你好。好个呆啊。好，握个手没毛病吧？啊，可以，朋友嘛，来。你好。别动我。握个手，是。好近100米以内吗？那就很近了呀，给你点个关注啊，给你上个管理，好吧？你如果能上点礼物就上个管理嘛，我是黄毛，是真的。黄毛亲一口。黄毛亲一口吗？嗯。朋友，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欢迎任瑞的加入。你别摸我，我可不是。你的手小心碰到油，手。你别摸我。我就摸一下下。啊，我跟你说啊，老铁们，他叫我来吃饭，然后把我带到酒店里面来。摸一下下。摸啥呀？摸一下你。摸哪里啊？手。那作为兄弟的我也挺大方的，摸一下就摸一下。好，摸一下就行了。不行，他把我的手拿走了。摸一下就行了，我跟你说，过分了你。你要喝水是吧？我给你拿。来，请喝水，来吧。来，怎么了？你跟我这么好干嘛呀？因为我要。这个女的是谁吗？我的朋友黄毛看那女人可以啊，妮子姐姐，好吧，你不要介绍给我，就算你不要介绍给他们，我不要介绍给你们，不行，我就要你。你要我干嘛呀？因为你帅气。我不算，你就很帅。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别碰我。我不管，我今天追不到你，我明天还会追你，我后天还会追你。你是不是很过分？没有。打一架吧。那走吧，那就。不，我打一架的意思，我们两个打一架，不是去打那去。我意思就是我们打一架的意思，我们是打一架，不是去那个床上打一架。哦。你走什么网？啊不，太恐怖了。来，跑8点还有人看你，太恐怖了，这种女人。啊！你别摸我吧，你摸我的时候，啊，反正喝口水。我自己会。我知道你很帅，我就是想为你喝一口水来。你不要嘟起个嘴，或者谁家喝水是这样喝的？你有意见吗？哦，没意见。妈傻逼，你别这样。来吧，我问你，你不要嘟起个嘴啊！不，你不要。好，吃面。我过来找你，就让我吃这个面。嗯。看这女人就不像什么好身体。还好有鸡蛋啊。
你逼他了吗？嗯。你逼他了。嗯。我跟你说。嗯。你逼他了吗？什么？啊，你逼他的天，直播小哥哥说，你逼他没得视频吧？没事是吗？没得视频吧？嗯。看这女人就不是很好女人，没有，啊不是你别动啊！我碰一下你，就摸一下啊，摸嘛，摸两下。你亲我的手干嘛？快点吃！我不吃了。我不行。你亲我干嘛？你亲我的手干嘛？因为你长得很帅。我知道。我就喜欢你很久了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是我把你当……你笑啥？太过分了！我把他当朋友，他居然想泡我！哎，真过分的！泡你就一碗面搞定了吗？嘿，嗯，看见美女吗？你感觉好的？嗯，你们要看见美女吗？把脸露出来！哦。你想泡我，你又不想露脸。泡你为什么要露脸？我把这个面吃完我就走了。不行。我不会跟他。不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是。你以为我那么随便吗？你是好人。啊？爱吃啊。你越来越过分了。直播间。我跟你说，榜一那个英子姐姐，好吧，给我送了那个墨镜的英子姐姐，你们给她点个关注，给我支持了好几次了，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能点个关注是个关注，好吧，让英子姐姐觉得来到我黄毛的直播间刷点礼物是值得的，能多几个关注，是不是？好吧。但是喂，我跟你说嘛，其实我平时的话就是把你当朋友，我也没有想过怎么两个进一步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好吧？你今天叫我过来，你说过来吃东西是吧？对呀、啊。然后你给我点了个面。对呀、啊。然后我就说在下面吃就行了，你非要说打包上来吃。那在这儿吃也好一样啊，下面吃也一样。我以为你家就在这儿，没想到你带我到酒店来。我怕我有危险，我就把直播开启了。不会的。你别摸我。摸一下。啊？就一下。摸一下吗？嗯。可以吗？好了。再摸一下。你这帅气的脸庞，这高高的鼻梁，我不会让你走的。不行不行，我真的，我跟你说嘛。嗯。我有女朋友了。啊？那女朋友是谁啊？我女朋友长得比你好看。屁！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屁！不行，没关系。我要回去，我要回家。不行。睡觉。不行。你这样的话很过分的。不行。摸一下下。摸啥嘛？摸。摸手。摸手有什么感觉吗？来摸嘛，来摸嘛，摸嘛。谢谢英子姐姐送的星星啊，刚刚没看到。女人不要摸男人的脸，哪有这种女人，这样的女人的，不是很正常吗？现在这个社会，正常吗？你叫我来吃面。现在男孩子在外面要小心一点。特别是像你这样长得帅的男孩子，更要小心一点。真的吗？但是我跟你说，哎，其实啊，你别正常要慢慢来的，你看，人家都说我们要慢慢来，慢慢来追啊。放心，我明天还会追你，我等会还会追你，我不管你同不同意，直到你同意为止，我管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你也不管是吧？对啊，你女朋友管我屁事啊，牛逼。我的天哪，真的你别摸我，那么帅不行，我就碰一下下。哎，我就好奇，哎，平时我们俩是就是见面的时候你也没说啥，你摸我的腿干嘛？因为你帅，你也没说啥对吧？我就想说妈，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啥也没说。没有啥也没说啊，你就说实话，你第五天了，今天第五天了，终于把你骗了。对啊，你说加个微信。对啊，是我要的你微信的。那我们朋友之间加个微信很正常是不是？我也觉得，但是我加你微信就不正常，我肯定是对你有意思我才会加你微信啊，对吧？所以啊，对啊，我其实就发现了是挺有意思的嘎，摸一下。原来你是有所图。没有，你长得那么帅。我以为你叫我来吃东西。花妈好运气的，你看人家说好运气，人家都羡慕你这种运气。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你别摸我，你还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那花妈，我给你按摩。那就拉嘴下去，挂排便了。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屁！我真的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哦。声音好像阿依莫。阿依莫，阿依莫，我跟你说，阿依莫他妈的，阿依莫长得那么恼火。他一屁股坐下去，我就疯掉了。我正常的女人就不正常。正常。你叫我过来吃。我喜欢你，我有错吗？嘿。那你叫我过来吃东西，我就吃东西啊。你叫我来酒店吃东西，酒店吃东西和下面吃东西都是一样的。好吧好吧，你说你看人家说桃花运，反正就是黑猫，恭喜恭喜，走桃花运。我不喜欢桃花运。谢谢英子姐姐送的星星啊，直播间500个人，英子姐姐是我的姐姐，是我像我亲姐姐一样的。如果你喜欢，你们喜欢看我好吧，能支持我一下，你们就给英子姐姐点个关注，给英子姐姐点个关注，给我的榜一大姐英子姐姐点个关注，还有我的现在送的华姐啊，华姐也可以点个关注。你别摸我好吧，你占我便宜吗？真好。现在是凌晨8点，我喜欢你，听不懂吗？早上8点，有500个人给我看我直播间，那就是对我的认可。给英子姐姐点个关注好不好？我等会儿就走了。不行，我不会，不可能待在这里的。不行不行，你放心吧。不行，我不可能待在这里。不行，疯女人的，听到没有？所以说你注意一点。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没错吧？没有错。我第一次遇到看到你的时候哈，又高又帅，我靠救命啊！没想到你如此的嫌弃我。我没有嫌弃你，只是我们俩不那么熟。不行，慢慢的就熟了。我真的，哎，专门纠正女孩子啊。吃东西，赶快走，小心上骂是吧？吃饱了再说嘛。其实你长得挺好看的，我感觉你没必要这个样子啊。我虽然我黄毛很帅很 beautiful 嘛，长得也是很哇塞的，但你也没必要纠缠着我。不行，没必要啊。有，我就怕他等会儿不让我走，门都锁上了。你把门锁上干什么？你进来的时候就把门锁上了。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我作为一个男人，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看上黄毛的女人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什么意思啊？啊，看上黄毛怎么了？再说我现在是黑毛，黄毛黄毛黄毛，黄个头啊，黄个灯啊。要女人要自量自重，
听到没有？我一直姐姐说的要自重，你少说两句。哦、但是喜欢就是喜欢嘛，来的那么多事情。那什么呢？你我看看这个。快吃啊！我吃不吃你？我吃嘛，那就。面，这个面好吃啊。你男孩子帅又有尊严，有底气，想要交个女朋友正常，这种女人不靠谱，不能正常。谢谢送的真好看，谢谢啊！谢谢送的真好看。直播间我能不能看到一个热气球，或者一个跑车吗？我这个抖音我从来没有接过一个跑车，一个热气球，好吧？我给你刷个跑车。你给我刷一个吗？对呀、啊，那你就跟我在一起。我不行，不行，我不是那种人。一个跑车，我这样跟你在一起吗？对呀、啊。我操，你好笑啊！我是有尊严的男人。露个女人脸，脸送个气球给你。嗯。骗你的。你看，好了。你看那个。你把脸露出来吗？不行。你又不送，你先送了，我给他，你看嘛。黄毛人很好的，第一次我看到他，我就。爱上他了、啊、不你没你别摸我这里好不好、啊、没有我抱怨他对干啥过分了啊就摸一下下摸一下下也不行腿不是腿不腿的问题摸一下也不行我是跟不要不要这样好好坐着一二好吧，好吧，好吧，把你打一顿，我说。有没有热气球啊？我说我给你刷一个热气球，你就跟我在一起。我缺你那个热气球吗？我大哥在这，我缺你个热气球。你们刷个热气球给他看一下，我缺个热气球。你放心，他们会刷的。你想多了吧？还不如我给你刷一个，你跟我在一起。他们会刷的。不会的，一看就不会。他们什么意思吗？那本来就是啊。那、啊、我大哥不是这样吗？听到没有？我一直接说女人有女人样子。等会儿我一直接给你直接刷个跑车或者热气球，你看见吗？我说我给你刷一个，你跟我在一起、啊。你刷一个，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喜欢你呀、啊。你喜欢你，我就跟你在一起吗？对啊。我们刚认识，不是我们认识没多久。那我慢慢追你呗。你看着吗？那我慢慢追你呗。你看着，慢慢追你。你我缺你一个。不管。我缺你一个跑车吗？你看着。不管。你觉得我缺你一个跑车吗？你看着。所以一个跑车多少钱吗？不知道。多少钱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一个跑车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贵不贵，但是一个热气你看着一个热气球，看着，马上。电话没刷，丢的是你的脸。我跟你说，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亲你一口。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可以吗？我服了，啊，不行。行，行，妈妈，妈妈。哎，自重啊，自重啊。跑车一百嘛，一百块钱也不是，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我大哥会刷的，你看啊。他们刷了，我倒立洗头。你倒立洗头是吧？对啊。我多都不说，少都不知道。如果刷个跑车，我直接上管理，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以后一辈子的大哥，好吧？哼。你看着嘛，喜欢你有那么难吗？我天哪，要怎么样才能追得到你？你看着，你看着啊！你先看着，刷了再说。放心，会有人刷。我说怎么样才能追得到你的？放心，会有人刷的。屁！8:53。
着你，看着你，不要去觉得。要不是我在这，内裤啊！你别动。我就摸一下下你，你长得那么帅，我早就想摸一下你。你看着，你看着。不行。你看着，你。我摸一下。我摸一下就摸一下，你把我的手往哪里放干什么？不是，我往哪儿放了？好，8:54，直播间。9点，如果没有人刷。